好，加油！第一颗球。 恐怖，到底哇，恐怖！好，接下来第二球了，有机会，加油！有，三连打，一人打，三连打终于看到一，三连有人得到一分，一人出局。 现在目前两分，一垒有人，一人出局。加油！加油！一垒安打，把刚刚一垒挤到二垒，现在一二垒有人，一人出局得到两分。嘿！加油！两人出局 ，out！ 好，现在目前两人出局，一二垒有人得到了两分。 打个二垒安打，把二垒的挤回来，得到一分。现在目前二三垒有人，现在目前有三分，两人出局了，加油！二三垒有人加油，全垒打，全垒打，加油！有，有，有，好，全垒打，二三垒挤回来了，哇，后面很开心啊！好，刚是。 有人再次全垒打的话，就得到三分，加前面的三分，现在目前有六分，两人出局，垒上暂时现在没有人，加油，十分你有五千块哦。OK， 三人出局，out！这一局大分数都不会很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凯迪，徐凯迪获得六分，要坚持到最后哦，第三局结束，由顺哥以14分暂时领先。 对，法还是掉得多，这一定掉好凶了。我们这局最高的，我们要送你高档的礼物了。我们要送你健康满分的白花菌菇酵素。上面许下正确的。好，进行我们第四局，一触即发。一触即发规则说明：这局比赛考验选手触及短打的稳定性。 每位选手有5颗球的机会进行触及短打，以球落地后停止的位置为得分点，界外将不予计分。进行第四局，一触即发。好，这局当中里面我们要请到我们投手大来宾，一起来欢迎台北市城棒队的朱立投手。郑凯明，投球大来宾郑凯明效力于北市城棒队，最快球速140公里，擅长滑球、伸卡球、直插球。 第一棒就是我们的许孝顺，顺哥，目前14分的最高分，每个人有5球的机会，来第一球。 最大的问题的，是你这是最近奖，这个还有特别的奖品呢。有，我的年终的时候，过年的时候呢，对，我们就有分出第一名跟第二名、第三名会有我们的记录。但我刚刚是年柱的啊，对啊，几乎是年柱了，对啊，应该是第一名了啦，所以你肯定第一名的，真的哈。对，好，第一球得到这么近的料哇，好厉害，点得很棒。第二球。 力道不错哎！有，第二球，好，接下来第三球，好，两分，好，两分，接下来第四球。
哇，怎么都那么厉害啊？两分过去，过去。第四球两分。最后一球，第五球。有没有？三分。第五球三分。还是可以得到几分？顺哥虽然受伤，但是表现还是非常好哎，获得九分。你冠军就位了，要点十分才有平手，所以每颗球都是你的关键球。来，第一颗球。1, 2, 3, go！ 大家。所以哦，有机会哦，哇，有的拼哦。第一球两分。两分。接下来第二球。哦。第二球 out。还有。八分要追，那基本上你还有三颗球，所以你这一球第三球一定要点到两分以上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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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。